子浩，我会回来，我知道你要等我回来。我想搬到你那住，搬我那儿，你受得了？你都能受得了，我怎么能受不了？你真的不后悔？已经决定的事情，我就不会再想了。是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在一起。你真是一点都没变。人是很难变的，难道你有什么变化吗？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经得起改变。真的变了？变了怎么了？难道你没变吗？你心里到底怎么想？我心里怎么想？我心里根本就没想。顺姐，你还不能原谅我？你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？周子浩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你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你好受吗？你要我怎么样？忍气吞声？做不到。你现在是老大了，你小的时候就希望有这么一天。我知道你看不起我现在做的事情，可我能怎么？如今这个世道，谁有权就听谁的。子浩，我没有看不起你。他死了，死就死，这点挫折都经受不了，他只能死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倒霉的总是善良人呢？其实感情的事千万不能出错，一错就错一辈子了。你是说我呢，还是说你自己呢？当然说你啊。